朝廷里暗藏了一股反叛势力，线索直指河阳。 河阳昌明昭著，或许有一天，河阳会有一个公正的先例，将不白之事都还天下一个公道。想必潘大人来到河阳，与四大宗族必有一战。若他知道了鬼林秘密，那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八人死在八个方位，八种不同死法。 他可能是为了某种快感，而随机杀人，目的是为了制造惶恐，不让县衙查下去。看来有人按捺不住了。这个令牌背后的组织，应该就是杀害杨姑娘的幕后真凶。有些秘密只适合深埋地下。那个上官职。 其实是罪臣杨继安之女，杨采薇。世人只知道鬼可怕，却不知在鬼魂的世界，人才是最可怕。哪怕你恶贯满盈，全天下人人得而诛之，我也不在乎。喜欢一个人其实很简单，只要能够看到他，就足够幸福了。 一次，要永绝后患。杨采薇。